说到狗界暖男，绝对会马上想到黄金猎犬。友善亲切的他们，跟任何人都能轻松变成朋友。外国一名网友住在高楼层的大楼，偶尔会有洗窗工人在窗外进行清洁，而家中的金金可能常看到这位小哥，就主动想跟他交朋友，天真可爱的举动让人看了不自觉的微笑。当时他看见在窗外清洗的工作人员后，便好奇地来到窗前和对方相望，见洗窗小哥向他伸出手，也凑上前作势嗅了一下，双方有了友善的互动。呆萌地看着洗窗小哥工作，看了一下子后，他突然起身跑开，随后叼来了自己最爱的老虎玩偶，要向洗窗小哥展示分享。这段可爱互动在网络上分享后，网友们也纷纷被他融化了，天啊，超级可爱，肯定会期待下一次的相遇。金金是想邀请他一起玩吗？但是也有网友笑说，黄金猎犬真的太友善，看过有个说法，德牧面对陌生人会勇于捍卫，而黄金猎犬会友善的欢迎小偷。